起唱吗？有。我们上来跟大家打招呼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48TP。大家好，我是原子竹。Oh! 大家好，我是林心泪姬。泪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云。泪姬。大家好，我是蔡雅恩面面。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潘子颖面。Mina。大家好，我是宫廷流佳露卡。露卡。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动漫创作展。来的时候有看到非常多的摊位，对，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去逛啊？来，我跟有，有超来这边了，有一排进来就杀过来的吗？有吗？可以帮我举个手吗？哦，待会去逛，待会去逛。有，我刚刚看到一个闪闪有多多的那个，你想要喝多多是喝多多，但是我们刚刚一路上其实还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摊位，我记得你刚刚。一直在尖叫，就我觉得在这边大开眼界，有很多很厉害的 coser 们，对，真的真的，而且超漂亮，还原度真高，嗯。但是呢，其实就是除了摊位跟 coser 以外，我这次有看到了一个活动，我超想参加的，就是你们知道总村有菜这次有粉丝见面会吗？哦，我超级想要去抢，但是对，因为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我就没有去抢名额了，还粉丝帮你抢。真的吗？你们有人有抢到吗？两天都有啊？有吗？有有，真的假的？太幸运了吧！好嫉妒啊！这个舞台在震动啊、哦！对不起，真的很嫉妒，太羡慕了。因为我小时候少女漫画入坑是看了总村有菜老师的《樱姬华传》哦，我有看那个《寻找满月》哦，哦《寻找满月》好看啊、欸！真的。我是看《绅士同盟》哦，哎、欸，可是我最喜欢的是《神风怪盗真德》欸。我们变成了那个中村有菜老师的推荐大赛，怎么会这样？那《寻找满月》好像很多人的童年都有看过，因为在台湾其实有动画化，所以它是在台湾电视有一直在播的。你们有看过吗？有，同一个童片嘛？看来我们年纪差不多，年纪差不多。好，那其实呢，除了今天的表演以外，我们明天也会有表演的环节，让明星来帮我们推荐一下。我们明天也会在这个闪耀舞台上继续闪耀，明天大家会来看我们表演吗？好的，我们约定了，明天我要看到大家哦。好。后面的刚刚来的也会来吗？会。OK 哦，记住你哦。中间那一群很嗨，对不对？明天要继续嗨哦。Hello， OK 吗？前面有打包包，打包包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还有精彩的表演。接下来请听《恋爱幸运饼干》。会跳的可以一起跳，会唱的一起唱哦。大家可以一起搓。看见你，很高兴你却对我不睬也。
请卢肯，请，每天换一首，每天换一首。太快了。